但是我引领现在还是有用。嗯，那个摩托车钥匙找半天，在屋头找半找遍了，房子都吵烂了，都没吵到。他在那行看到了。越来越有钱，越来越乖了哈。啊，兄弟，慢点喽。但是我引领还是有意哈，是哪个放到那个卡起啊？还好。房子都吵烂了，都没吵到。龙溪走了好久的路嘛，真的是。那个电动车，那个钥匙好重要，可想而知，特别是失去它的时候，真的才晓得好重要。你那个钥匙到处找都找不到，终于就今天，你找到了。哎，你说的，来，抽个大，我跟你解释啊。这个看松子一年，这个看不看？这个看松子，看这个像面面。我也要的了，张先啊。我们还去找海椒的了。那这个带一大个去领那个卡呀？我们是大老粗啊。向前走，转转转，向前走啊走，转转转，走走走，你去去爸爸，请叔叔开啦。哎对，爸爸在柜子间，你哥哥来了，叔叔你买吃的。乖乖哟！耶，你变魔术变两个弯儿出来呀、啊，你还快耶！烧完菜，你洗手没得？手还不洗，你说起我啷个？你变魔术的时候都给它变起来了哈，变的时候。我啷个没得一个那个手都不洗的，哪来的？我拿金针和炒勺子好吃，要得哇！那是土鸭蛋呢。嗯，要不要得哇？好像是土鸭蛋，高头有土。买的碗盒，下次买的榛子给你蛋。哪给的钱你买的？哪个给的你妈了？我买的又是牛。大姑。大姑啊，牛爸爸牛，这把还没上我买的哟，样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瓜子买吃的。常常都没吃，今天那个又是没吃。吃得好，吃得是福。我们女娃娃够忘了，啊，钱哈，我都要说，我的烟我抽我不没来哟，老大。都省嘛。我们家人都是嘛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你得跟我。我们性格也是很乐观，这儿吧性格。现在开了呗，他还是东西啊。哎，你可以去那个房间吗？拜拜。妈妈，喝酒吧。你要喝酒啊？你也是小屋人哟，还喝酒？妈，你当真哟？白酒干嘛？来，当我家老婆。不是，你煮出来的是白酒，不是？喝不得。要问嘛？不要嘛，试试白酒嘛，哎呀，好多东西啊，嗯，这把忙去，让他骗你的，哎呦喂，好搞笑哦你，好吃嘛，来嘛，
哎，那里那个榴莲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。好吃。真的好吃啊！嗯。又买了个。没买。那你说好吃？没买。在网上买的一个。那啷个样？上山榴莲是没熟。我们买那个。不是没熟，应该叫烂它了。我看那些评论说的，烂掉就是烂掉。两个。去哪放？我今天让六个人，今天奶奶两个去嘛。其实那个吃啊，营养是很，但是我也不是那么喜欢。那你说好吃？哈哈，给你买了个，又买了个。我买那个，贵也贵得很。是。啊。上次买那个是烂的，那次买一个是好的。那个一收到那个没补完金都没。上次那个。那个贵了，那个买。他们说的是没是好的，他不管他放了不放，拿下来就是好的。那个不是好的，他放再放好都是烂的。这是娃娃机，他说像花生的，不是那种。我们在网上又买了个，看一下怎么样。嗯，没买那些。买了，在路上了。才刚买个东西到了。明天应该到了。明个月你买几个的？哎，三个嘛。跟你去好几场，上次那个十五。